王牌飞行员第二弹来了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呢我们再来到洛圣渡机场啊，继续我们的这个王牌飞行员挑战。哎，这个门卫有点不识泰山啊，这看到我们都不开门，还得我这过去他才开一下啊。好，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挑战内容。这位叫 A8 的小伙伴他说，哎，王牌飞行员的自我修养第二季啊，从洛圣都机场开一架盗马贼飞机，开启我枪阿萨500万五星一路开，之后把飞机停在海军基地两栖攻击舰上，再开阿帕奇基洛追杀的直升机，再到海边刷出警用快艇，击毁两台警用快艇啊，也可以使用别武器一路开到沙漠机场上的小停泊点，开水上飞机击毁追杀直升机，再开沙漠机场里的九头蛇，升到六星飞行到51区，用导弹打四个防空导弹阵地啊！如果被击落就刷飞机，之后再击落追杀的敌机后开回洛圣都机场，再刷出杂技飞机拉彩烟，最后降落在花园银行楼顶啊！如果被击落就刷晚歌去，只要人在楼顶上就行了啊！这些就算挑战成功，全程可死亡五次，拘捕三次，可使用防弹衣、降落伞、任何武器和刷车器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复杂了，我们试一下吧。 OK 啊，我们先在这里刷出盗马贼飞机，好，在下面开启我欠阿Sir500万啊，因为在上面他是没办法开的，上飞机又开不了。哎，好，五颗星，走，追九头蛇，已经被瞄准了啊！不，哎，右翼打到了，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就行啊。但是我们起落架好像收不起来了啊，右边起落架被九头蛇打了一下啊，出现一些故障啊。我们要去的是两栖攻击舰，这个路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太平啊，后面有一架九头蛇。稍加注意啊，我们这架飞机躲避导弹还是没问题的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再躲再躲再躲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好，还有这位小伙伴让我去露脸啊，我们就不要露脸了，因为哎脸上，哎等一下，哦，好的，脸上面长了一个痘啊，一直消不下去。好，后面又来一个导弹。哎，这导弹凭空出来的吗？啊，哦，又来了，哇，好家伙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跟着呢！我天哪，好家伙！注意啊，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九头蛇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哦，两架九头蛇，我的天，哇，第一次碰到两架九头蛇，四枚导弹，快到了快到了，我们准备降落。好，打开起落架，侧飞一下，准备降落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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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错了记错了，不是这个地方啊，快快快，好家伙，不是这个地方，我记错了，是这边这边这个地方。好，准备降落啊，他说必须得停上去，那我们就停上去。九头蛇紧追我不放啊！王八蛋，好，停下来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驾驶阿帕奇啊，去击毁这个开跳，击毁追杀我们的飞机啊，不是这边啊，我们先开这辆悍马过去啊。
他在另一边。哦，拜拜！我的天哪！阿帕奇在左边，现在我们在海军基地里面。OK。哎，撞到没有？没有。起飞。然后接下来呢？等一下，先把这几个王八蛋炸一下。哎呦，没炸到，没炸到，算了。啊！九头蛇又来了！啊，神经病吧！别打闹了。然后他说再看阿帕奇击落追杀的直升机，再到海边刷出警用快艇，击毁两台警用快艇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直接去海那边吗？这个我有点没看懂。那我们直接来到海这边是吧？这个它里面写的有点太长了。哎，九头蛇撞桥了啊！瞧你那熊德行啊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追人家后边，咚咚咚，导弹放的。我们先到海边啊，然后刷出警用快艇。王牌飞行员啊，这也没有追杀我的这个直升机啊。没有的话我们直接过去了啊。打一个 FBI。 哎，不太好控制啊。哦呦呦呦，哎，好，炸了。我们找一个地方降落，这里人太多了啊，避免伤及无辜。还是算了，不要在这儿，再换一个。哎呦，九头蛇又来了，又被打了一下。在这儿不行 ，FBI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停海里边吧啊。等他们都下海。好，就这儿了。然后在这儿招快艇。哎，怎么下不去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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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上船。我们看一下，接下来是说一路开到沙漠机场上边的小停泊点，这里吗？船厂，船只驾校。哎，不是这儿啊，他说是沙漠机场的上边，这里吗？那也不是啊，他是左边。我刚标点是左边，他说上边。这里，这是拉斯文加斯上边。哦，这儿，我天哪，这儿还有个小停泊点，小港口是吧？那我外围绕一圈。啊，确实啊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过去啊。那好，那我们就直跑外围吧。他说，他要击毁两台警用快艇，我们到那个点儿再打他们啊，不然的话，这在船上面侧面射击啊，很容易把我们也玩爆炸啊。哎，好，到了，这里果然有一架水上直升机啊，但是好像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阿瑟们没有追过来，这就很尴尬。我们要不在这儿等会儿，这里有艘船，我们把它干掉。
哦，我天啊，我船着了，好家伙，离这么远都被波姐到了，水上面就有这么麻烦，快快快快，先上这艘已经烧毁了的船，然后召唤一辆，召唤一艘，在水里面没办法召唤。不行啊，等不到啊，难道开回去吗？开回去的话太麻烦了，失策，我以为他们会跟过来或者来这边，他们也会刷的，但没想到没刷了，咱要不就这样吧，这些不然的话时间太久了。好，我们直接上直升机啊，进行下一个任务点啊，开水上直升机击毁追杀的直升机。好，就你了，哎，小阿三儿，咚，哎，好，哦呦呦呦呦呦呦，好家伙，把我船都引爆了。然后呢，再开沙漠机场里的九头蛇升到六星，啊，沙漠机场。瞧瞧这群 FBI 啊，翻山越岭。就想拿捏我，不好意思，回家吃奶去了啊！我看看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来了来了，干嘛？挡我道？我都敢惹啊！还有你追击我是吧？小阿三儿，下去吧你，挑一座好的坟啊！我的飞机被他引爆了，我的天哪！快快快快！九头蛇，九头蛇，快上车！不，上飞机。先出来啊，先出来，不要用喷气啊！哇哇哇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切换喷气模式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是要开启六颗星。好的。要打爆四个防空炮啊，这有点难度啊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哎呦，没打到，这样我们试一下。哎，拉一下，这有点难度啊，这有点难度。打，哎，又没打到，不行，哎，瞄哪儿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又没有打到啊！再来一次，我改成悬停模式啊。这玩意儿我以前就没打爆过呀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爆。换个姿势，再来一次。滴咚滴咚滴咚，哎，阿 Sir 你不要搞事情啊！喂，他这个自动瞄准啊，瞄别的地方。嗯，差一点。哎。哎呀，很烦啊你俩，我一人给你一下，我真的太过分了。哦，被波姐到了。哎呀，着火了着火，跳机跳机。哎，我们进去试一下这玩意儿能不能打爆。打不爆的呀！啊，这位小伙伴说，哎，我看，啊，打不爆，嗯，哦，我再看一下他挑战内容啊。
行，导弹打四个防空导弹阵地。啊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啊，他这个玩意儿打不爆的啊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们的防空炮今天是不是失效了呀？他竟然没有攻击我。好，哎，一个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第二个，哎呦，没打到。等一下啊，第二个。好的，第三个没打到，没打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两架直升机真的很烦。第三个，最后一个没打到，再来一下。这也太不好控制了。这个悬停模式很麻烦啊，还没有打到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最后一下，哎哎，又瞄别的了，哎呦，哎，这都着火了，跳跳跳跳跳跳，哇，坦克也爆了，完了完了，鸡叫，这个点最难弄。我们先把周围影响我们瞄准的这些东西啊，给它清除掉啊！最后呢，就剩他一个啦，慢慢的啊，没打到，哟，又没打到，差一点，啊，差不多，哎，刚刚是这个点吗？不是吧，是另外一个吧？是这个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他防空炮修好了，我啊，幸好我们有反制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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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哎，我把他打爆啊！啊，这玩意儿可以打爆啊！哎呦，这是尴尬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要不要去了？啊，算，这位小伙伴说阵地啊，打到阵地就可以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洛圣都机场啊，把九头蛇开回这个洛圣都机场。哎呦，他这个哈哈，这个挑战真的内容很多很多啊，我就完成一个看一个啊。平常像那些短的，我一般就哎当下就背会了，记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返回洛圣都机场，国际机场。准备降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看一下拉彩烟的这个杂技飞机啊，特技飞机落在花园银行楼顶。得拉烟是吗？哎，这个烟有点不浓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可以了。哎，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花园银行呢，就是洛圣都最高的那栋楼，我们得不断往上爬升啊。就这么一俯一拉，这样俯冲一下，拉一下。哎，好，差不多了。
OK 啊，准备降落。好的 ，nice， 挑战成功啊！他说全程可死亡五次，我们死了两次，不错。像这么高难度的操作，兄弟们啊，这时候还不点赞，还等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必要的时候还得三连，你们的三连就是欺负神挑战的一个动力。好，为了庆祝这么高难度的，我给大家跳个伞。啊，旁边在响鞭炮吗？放炮吗？哇，还在放！我的天哪，是那俩直升机吧？哇，还在爆！怎么回事？哇，我一直都在爆啊！不管了，不管了。那好，兄弟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